跳下去好不好？我尽量不唱抒情歌。我们舞台上是不是越来越多小朋友？如果小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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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说到爱心的话会怎么比？爱心比爱心怎么比？哎呦，好，很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小颗的爱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比，好不好？小颗的爱心怎么比？小颗的爱心怎么比？好，那给我一个中的爱心的时候，不要，我要这个中的。那给我一个大爱心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好棒哦，你们都好棒哦，可以吗？好吧，那我们先从小的开始。